What's wrong?这辅助太经典了吧！唉，刷野好慢。 没皮肤刮得很。未曾抵达极限的人，永远都无法发挥出潜力。 可以双杀呀，这不。 留了个平 A 抢头，哼。这号没皮肤。 这号完完全全新号，没皮肤。敌人给我留下的伤疤还没有消。
他在吃蓝 buff。 直接打了吧。我这波挺舒服的，我把那野怪吃完了。这个鱼才六级。这剑魔装逼啊！这剑魔敢上来，凭什么？没人再上。这把其实可以出重伤的，但是我不想出重伤啊，这把。赛克等级好低呀、啊。他装不装逼？我怎么二闪没二出来呢？我靠！我刚才要二闪的，怎么没二出来？
什么情况啊？我靠，失误了。伤害他全打，我人头我全拿。我这不很细节，留着平 AK 头，你知道吧？给他，给他，给他。来五个。伤害他全打，人头我全拿。确实，他还夸我帅呢。这个鱼好装逼啊，拿什么杀我呀你们？懂不懂死亡之舞？一波他们了，啊！我头痛欲裂，我真的头痛欲裂啊，兄弟们！
我这波失误了，摸眼摸的有点慢，没有摸眼躲艾克那个晕，不然这波可以操作完的，有点可惜，还被掏了个虚弱，伤害没打出来。一边都不敢出来接的，这还用放啊？不知道为什么头有点小晕，感觉得需要劈开 K 歌头颅。对面这么坚硬吗？